缅甸人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不舍得吃鸭鸡。叔叔，你这边要卖多少钱？我这边又给我送了一批。黑豆还好吗？黑豆确实好，先打开看一下毛病有没有毛病。没有毛病。你的波脆我喜欢嘞，你相切的货价格都不是很高，但是的话你要实一点。这种打多少钱了？1200。白素坛吗？这个不是白素的话吗？你看像这一批的话就是黑度特别的好，鸭蛋的话都是没有毛病的，全都是这种创新色，颜色很干净。这个按以前的价格打给我行吗？不卖就拜拜。好好，我走了，不要放在一起了。这个单面很贵，再加30，行的话给你开张，不行就算了。必有一口叫600，就小百数。单面干嘛？可以了。这个银装的很贵，下次可以多多买嘞。这怎么都买的你啊？不卖我走了啊。我没有开张，这3天走了。跟之前那批价格一样的，也是3开头。品质的话也是非常好，底子也很干净，它的话全都是那种翠绿色的，关键是它这个形状特别的好，都值得镶金啊！缅甸人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，不舍得去押金，宁愿押金不如多买点货来卖，他们都是这样想法的，是不是？是的。要这一批墨翠的宝宝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一手，品质的话是非常好的，而且才3开头，百数即可拥有，不要忘记了关注我呀。